长得。另外，我们这个丁会长哈，上次我们去年他非常热心用心的招待接待我们哈，我再次感到非常温馨哈，给他掌声好吗？他也是公演国小的毕业生，也就是以前我服务北区的公演小毕业生，因为他爸爸过去在台南市服务啊，中华文保服务，所以他就搬他结婚以后搬到台东去。另外还有两位李老师、班老师，他们的班上的老师们，李老师，还有蔡老师，蔡老师，好，谢谢。接下来介绍我们音乐班后援会会长，坐在那边哈，后援会会长站起来好不好？他对这个两校策略联盟哈。音乐交流呢，功不可没，他默默在推动啊。接下来介绍我们今天我们出钱出力的家长会长啊，请到高水啊，水刚刚哦，我们郑州会长，掌声欢迎郑州会长。他一大早就到学校来等候啊，他非常的诚意啊。另外我们总务主任叶一秀叶主任。那接下来是我们协务处那个张主任，我们辅导室啊也是特教中心主任那个郑主任，郑主任，我们教务处啊刘主任，刘主任，
还有我们音乐班的啊，这个负责人啊，组长，音乐组长卢老师啊，他亲自来担任司仪啊，感谢。啊，还有我们今天的家长啊，家长请站起来好不好？今天那个台东来的家长在哪里？有没有就坐？好，我们给他欢迎啊。好，谢谢。虽然是有流程啊，我们放轻松的哈，就是回到家里一样。我还是要让尊重长官，先让代表市长也局长来哈。我们请欧都协来给我们讲两句话，致欢迎词。邱校长、王校长，还有会长，两个学校的会长，各位小朋友，还有元大的家长，大家好。刚刚我听那个后援会的会长讲了哦，那个这次永福国小到台东参加音乐比赛的时候，马兰国小给永福国小热情温馨的欢迎跟招待，所以永福国小今天一大早七点多家长会哦，这些就开始努力的张罗，希望也能给马兰国小哈一点温馨的感受。那我们很感谢哈，就是说透过这个学校还有家长会这边的努力哈，来促成两校的音乐交流。希望我们透过这个音乐交流，能给孩子各方面的经验分享。当然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期待有更大的收获。谢谢。我们谢谢长官对我们的勉励。那么我们张督学的时候要给我们勉励几句，不用，很客气。那我想，首先呢，我非常高兴，那么多长官啊，那么多家长，还有最重要的我们马兰国小哦，从昨天就出发啊，那么到高雄新国小，今天特别赶来，因为我们有约哈，约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啊，4月28，我还记得清清楚楚，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啊非常难得，套一句话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啊，所以我想等于好像是老朋友再见面一样啊，所以我想今天我仅代表我们全体师生啊，全体家长啊，来向各位表示欢迎之意。那么希望今天能够圆满顺利啊，能够透过音乐的交流，把我们的感情再提升啊。我想今天应该有很大的收获啊。那我想也希望给我们多多指导，我们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，也不要太吝啬啊。希望王校长、丁会长率领团队给我们多多指教啊。那想时间关系不再多言啊，我们是不是请我们这个王校长来给我们勉励几句好吗？掌声欢迎。邱校长、欧督协、张督协，各位永福国小的师长、家长，各位全体小朋友，大家早。说到台南，其实对我来讲就是蛮亲切的，因为刚才邱校长已经讲过，我其实是台南人。那在我们学校也有一个组长，当然我把他的名字讲出来，小朋友都不认识。他也是用我们国小毕业的陈立某。那今天因为没有来，那所以到永福更特别感到亲切。那这一趟从台东到台南，我就体会出以前我的妈妈如果要回到台南来，因为台南还有很多的亲戚，所以分享喜庆非常的多。她每一次啊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要回到台南，
就内心很复杂，又期待，又怕那个南美公路不好，因为它会晕车。那我们这一路真的很辛苦来。那这今天早上一到港，其实这个辛苦都忘记了，因为这个看到各位，看到这个永国小这么热忱，安排这样一个很精致的一个接待，实在是让我们受宠若惊，让我们非常的感激。两个学校，会有这样的一个因缘际会，主要的是我们音乐班刚成立，很想到西部来学习。那这个刚才我讲过，这个南美公路很不好，我们一过来都很想高雄也到，台南也到。那在台南这个地方，从网路上，还有我这边的亲戚，还有我的这个同学校长们，他们的推荐，台南市就是用永国小在推展音乐教育方面最辉煌、最有成就。那这当然就是我们学习的对象，所以我们就选择这样。那很难得的机会，今年的一个音乐比赛就在台东主办，那我们就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。很感谢这个邱校长还有吴老师，他们一口就答应，这个很欢迎，接受我们的来访学习。那在这个地方也再次的感谢。那我们昨天也参观过了高雄，我们小朋友真的是收获蛮多的哦。来到广州，亲像咧真卡人哦，咧真惊死人。足惊的，因为我看过这大的场面，这个都给他们人生留下一个很美好的回味了哦。我们这一次来一定会收获很多。我在这个地方也提醒我们马来的小朋友，用心的学习啊，这一次出来不容易啊，用心的学习啊，也欢迎哦。这个永国小有机会再到台东去玩，因为台东最近评比啊是一个很适合居住。那我们几任的一个县长下来，朝着这个观光跟休闲这样的一个主轴去发展，所以台东是一个休闲观光居住的一个好地方。所以在这个地方的城市的邀请，我们的都市啊，我们永国的师生。家长啊，有机会到台东来玩，谢谢，刚讲，就这样。谢谢。那是不是请我们大家长啊，这个我们郑州会长来给我们指导一下。还有校长，还有各位主任，还有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！非常欢迎那个马兰国小的音乐资优班来我们永国小交流合作。那我也预祝我们两校的交流圆满成功，谢谢。我们呢做两校的交换纪念品，那是不是校长？我们第一个是这个，我来插播一下啊。这个长官很难得来哈，当然要代表市政府来这个致赠台南市政府的纪念品啊。我们由我们两位主席啊来联合致赠。那是不是请到前面来？那。我们那个赠送的单位这一边，那校长那个王校长请。好，给他鼓掌。好，谢谢我们长官啊，王同学。那王校长，请留步，谢谢。那请校长赠送我们
学校还有音乐班的纪念旗。
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两校的一个音乐演奏的一个表演。那互相呢观摩一下，这是蛮重要的哈。那我们是不是请贵宾们起立，然后小朋友把椅子拿到前面来，来，那个乐团请上台。